电话骗案？即是打个电话就可以骗你的钱。你究竟懂不懂讲啊？我懂啊，什么都懂啊，我懂讲固网电话、无线电话、WhatsApp、WeChat， 我全部懂啊。几廿岁连电话都不懂讲，我得的，我一定得的。讲对白听啊。妈，我被人拉了，要钱打报。嗯，你个包裹好像有啲问题，要罚钱啊。讲对白嗰个甩甩咳咳，用错晒啲情绪，死得啦！读熟晒剧本佢。阿妈，我被人担保，我被人拉了，你要钱担保。你个包裹，边个会被人打？你会，佢会，个个都会。是广东省公安厅，而家调查紧一宗咧就非法集资案，我哋发现到一笔不明来历嘅款项咧入咗你个户口，就怀疑你洗黑钱啊！啊，我哋已经向你发出通缉令噶啦。冇喎，点解会咁嘅？嗱，你而家跟我指示入公安厅嘅网站睇，吓，我哋已经向你发出通缉令噶啦。我都冇做过，点解会搞成咁噶？你而家喺通缉令下面咧，就跟我指示，登入超廉洁，跟住有银行网站，再输入你个户口资料同密码。咁啦，我打个电话俾香港警方，要求佢哋直接同你哋联络，跟住我上嚟公安厅，帮你搞清楚佢。呢度系全速快递中心，你有一封重要文件尚未领取。如需查询，请按零。职员回复，请按九。系咩？收件人写咩名啊？邮寄地址写边度啊？点解寄唔到俾我啊？我喺附近邮局拎咪得咯。呢个答唔到我咧。你哋唔使再呃我啦。你哋呢诈骗集团。喂，你个仔喺广州出咗事，涉嫌一单伤人案，依家要5000蚊办理保释。吓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咁大件事啊，吓、啊，求下你哋唔好难为我个仔啊！你汇钱入呢个户口就得噶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麻烦你，我个仔叫乜嘢名啊？吓、啊，我即刻帮你入啊！你个仔咪你个仔咯，你个仔都唔知系你个仔，讲唔出咧。你唔使呃我啦，你个诈骗集团！呢度系入境事务处，你一封重要嘅通知书尚未提取，快速查询，请按零字；人手帮助，请按九字。嗱，通知书上的名字是什么？邮递的地址是什么？麻烦你提供你嘅全名，我帮你查一查。可以啊，你说一半，我说一半，你先说。说不出来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是诈骗集团。K.O. 唔掂啦，老细。咩事啊？而家有电话热线专门打击我哋啊！边个咁够胆？呢个咯，就系我商业罪案调查科，24小时反诈骗咨询热线。18222接到任何怀疑行骗电话，或者想知多啲预防行骗电话嘅方法，打俾我啦，18222。